唔通要食唔叮当，误了青春一世人。无大无小通唔忘，辛苦鼻痛化救人。路无反悔，唔相信爱阮的人来反背。誓言风中飞，找无一句安慰的话。夜夜孤单过，才知影伤心的人无路通退。你才有犯太岁，啊都还袂过完年嘞，怎会开始惊衰阮啊？我过年前吼，找一个时间来庙安一下太岁，点一下供应灯，请神明护法保庇我。是啥啦？拄坐落去尔，叫我去开门，今嘛是要叫我做福建了。
哦，你是无早收拾哦？我唔知咱脚受伤，佮叫人来替你开门，你是？哎呀，妈，阮大家回来啊。亲妈，妈，你坐啦。哦，来，坐。妈坐啦。亲妈，我今日本来要去病院接你出院，啊，煞唔知吼，煞无法度啦。啊，临要提起予你食，迄水果袋啊嘛写到烂糊糊啊，所以毋则无法度去。啊，是讲，无要紧啦，我有去国术馆头悄悄的，啊，若无我嘛无法度去替你开门。对啦，妈，我妈知影你要出院哦，唔知有安怎欢喜嘞，一直叫我家己食顿来，互你好好静养。妈，若是你有需要，我会当叫一个菲佣来处理，家己专门伺候。你讲好无？奇怪，恁两个母仔囝对我的态度奈汹汹变遐济，尤其是晴雨，忽然间对我安尼好声好泪。这绝对无单纯，一定有问题。晴妈，啊，恁哪拢唔讲话？人无爽快哦。啊，白雪啊，啊，你唔是有买一挂补品，要予恁妈妈疼身体？你紧摕出来，晴唔食啊？啊，无你看安尼就好啊。哦，哎，免啦免啦，我唔免食啥物补品啦。妈，你物件我来囥好啊。啊，这是医生交代的下药啊，大概一个。啊，拢总有十二加三工的份啦，啊，食了我去装，吼。哎，我食了吼，我改到三工装啦。我看卖这是要怎装，安尼开。白雪，你药也要回头卡啦。啊，我来倒去啦。我呀，白雪去就好啊。我有一件代志想要问你，啊，就今仔日这边外口，我有看到一个查某囡仔，甲你足亲密的。我摕饮料给你饮，迄个是啥啊？迄应该是我的客查某囝啦，是我叫文扬吼送伊转去，无啥啦。哦，啊，你的客查某囝，安尼算起来，毋着文扬的客小妹，是讲客小妹客来客去，拢会客面上转去。哎，文扬啊，你毋着爱较偏闲呢，毋则袂用乌白想。妈。你误会啊啦！好啊好啊，我无啥爽快，我要回去房间休困。哦，白雪，你的肩胛伤，当紧靠袂起来，等一下我出来再靠就好。嗯，来。这里啊。好好行。你老家的肩胛药我都靠袂起来。加炖茶，规个角角调好啊！哎，袂用的呐，我怎个拄啊做好尔呢？谁管我加调？我甲谁比拼？啊，你安尼是变哪事？互恁大家啊？哎，我叫你去病院好好甲巴结，你是有做无啦？当然嘛有，啊，毋过拢互迄做计较的康复出去做啊啦，我根本就无机会表现啊。啊，毋过不要紧啊。我有方法会当让阮大家吼足欢喜的 ，OK 啦。上好是 OK 啦，你毋通时间愈补愈大空，连 OK 绷打袂掉。妈，你先坐咧休困一下。唉，大家哦，实在是足袂惯习，连住病院嘛无遮尼艰苦。妈，是的啦，你暂时较忍耐，即摆咧手头较闲，实在是无法度搬出去。等我以后有能力，一定做间较大间，互你住，好不好？文扬，你已经足打拼的，你唔通互你家己哦，遐尼大个压力，安尼哦，妈看咧足唔甘的。喂，你好，是是是，我是郭文扬。啊，罗老板啊，你要叫二十箱虾啊？无问题啊，我一点钟来给你送过。好，多谢你哈。啊，
我先去送回来啦。啊，你巴肚解枵，我等下时阵再给侬回家。其实咯，我嘛食袂落啦，我袂枵啦，吼。无要紧啦，安尼我着买一寡你爱食的倒来。我先来去。起来啊！来，跟姐姐休困。来，坐。妈，这烧水哦，是要给你浸脚的。医生有讲哦，暗时浸脚哦，对身体较好啦。来，进来。就是爱用烧水，啊，水愈烧愈好啊，咱对血液循环嘛才会好。哎呀，浸脚吼是对身体好啦，啊，不过吼是爱用温的烧水啊。这水这么烫，都不是要杀鸡个。我那拢无听过。行啦，歹势啦，啊，囡仔人唔捌这啦，啊，不紧啦，我叫冷水吼，啊，甲头落去。啊，都变温的呀啦，吼！哎呦！好啦，无我先出去啦。啊，对啦，妈，你若是需要什么物件，是想要食啥，你再哩甲阮讲，阮会送到。好，啊无，请你休困啦哈。啊，白雪啊，啊，这趟水你唔想煞捧出去？哦，对吼。行嘛，房间涂骹母干咧澹糊糊，我过来饲。是讲，这对母仔囝是真正要照顾啊，还是甲我创治？敢讲，伊是超过伊？我看因的表情，我无参像啊。唉，讲到这钱唔哦，真正有够歹剃头的。啊，一下水冷哦，嫌伤冰啦；啊，一下水烧嫌伤烫啦。不过你无法度让伊欢喜。妈，心意上重要，我得跟尽力啊。妈伊哦，一定感动到的啦。好佳哉。他刚才我的剪刀有救回来。你是在看啥？我在看购物网站啊。这个购物网站有足侪平行输入的名牌精品呢，而且佫常常有拍折的活动呢，真正有够俗嘞。虽然讲较早我拢无爱看这个奥莱的物件，啊，不过今麦无同款啦，爱较俗的，所以哦，加减啊看，看我多捡到一挂经典款。是讲你，唔通哦。但要注意要买物件，你嘛要注意食恁翁的。我今日看伊伫病院外口，甲迄个查某囡仔，迄个啉饮料的型吼，看起来敢那毋是普通朋友呢。妈，你也免烦恼啦。啊，查甫人无钱，都无法度变鬼变怪啊。而且文扬即卖是瘦到要有鬼抓去安尼，伊阁遮尼无用着，无查某人会得意啦。不是。妈，你看，这个安怎？
啊，但这之前你有买一个同款的啊，你阁想要买哦？无同款啊！你看伊的价钱，跟之前买迄个是6000呢，这么俗，我甲你哦，一人买一个不同色的，啊，可以当交换搭配，安怎？袂歹哦。伊有影有俗的，紧，赶快购物车来。 安尼唔才对，赵一秀，你哪有需要为着郭佳佳无你出来咧无欢喜啊？请问你是赵一秀小姐吗？是啊，我就是，请问啥代志？啊，是科长洪晨曦叫我提予你的，伊讲伊的手机无电啊，所以叫我提这一条的。多谢。 张红奈雄雄约我要去后山见面，张红奈雄雄约我要去后山见面，先去这个讲好啊。 我想要针对咱即届哦，理事长的选举，甲你报告一下我对咱工会哦后届营运的看法啦。歹势，我真无闲，啊无你到我秘书约一个时间好了。李大，歹势啦，请你给阮一个机会，袂等互你剩一个时间，5分钟，就5分钟就好啊。我希望你会使听张宏讲一下，张宏真正想要替工会做一寡代志。 我希望这届的理事长选举，你会使支持张宏。恁少年人尚想要出头，我无意见。啊，我即马有甲人约要食。啊，对了，顺续替阮甲恁爸爸问好一下。好，就安尼啊。哎，林大的态度，敢若无想要听张宏哥哥呢？啊，那这是要安怎？若是无伊的收听，张宏哥哥要当选，恐怕就困难了。 不要紧啊，放心吧，我会阁找伊啦。你代志还袂解决进程，我绝对无可能放弃。兄弟，我是介意你这款永远唔听认输、坚持到底的精神。那安尼，咱今嘛是要安怎？食饭啊，食饭皇帝大呢。对了，伊秀嘞，谁拢无甲你做伙来？伊应该还阁伫咧房间内底啦。拄则听伊讲，伊要去洗温泉的时阵哦，甲郭佳佳冤家呢。 心情看起来就歹，啊，想要招伊去附近的老街踅踅，伊拢不爱去。是哦，无紧啊，你也是生意叫伊啦。我伫个餐厅啊，已经订四个人的位啊，听讲这间餐厅的怀石料理袂歹食。小蛋姐，今日先卖啥会好啊？啊，伊秀进前个佳佳感情遮尔好，即马跳破面，伊即马心情就歹啦。咱互伊家己人小静一下。 啊，无连买伊三只物件，等去房间伊也巴肚枵着会当食。哇，张宏哥哥，你真正是体贴的呢。我若是会当拄着像像你这么好的查甫人哦，一定会照应好的。哦，你是花痴哦。你即马即个模样哦，佮较好的查甫人看到你哦，拢会叫你惊走。嘿。 是倒位花痴啊！细汉的时阵，你拢佫讲我足古锥的呢。细汉的时阵哦，
是讲你可爱啦。要唔过，陈秋丽这么侪年拢无变化，就是可怕啦。衣服零分，外套零分，你的背包零分。尤其是你这个发型，根本就是失败中的失败。你这哦，即马已经不是进厂维修啦，你是归去砍掉重练，安尼较紧啦，唔知有机会拄到你的良缘。我就不爱嘞，我感觉我即马安尼就好个啊，我相信一定有一个查甫人会欣赏我自身的 style。你讲对无，张宏哥哥？嗯，对。尽管是真心爱你的人啊，不管你外表是水也是歹，拢袂放弃。所以你爱记啊，千万唔通对爱情失去希望。啊，说煞去啦！为滴哦，你无要听我这爱情顾问的建议哦，你也等吃亏啦。我即马巴肚真正就枵啦，无想要跟你讨论这款的问题啊啦。哎，对啊，张吼，怡秀姐人伫个房间哦，一定乌白想啦。虽然讲伊个顾家家冤家，也唔过饭嘛是爱食啦。你紧伊甲叫啦，我甲恩恩先去餐厅。哎。请问你是柯长虹先生吗？我是，啊，不知道什么代志啊？有一位赵秀小姐，伊后讲伊伫饭店后山等你，不见不散。哦，好，我知啊，多谢你。山顶的天气变寒，长虹一定无注意到，我是先等房间摕一条围巾给伊。伊小唔是约我来遮见面，咱拢无看到人，只有一条路尔。伊小敢会真正行伫山内面？伊小，山内面啊，姐姐，那也只有你一个人了，张宏哥哥呢？因为我伫咧饭店后山见面啊，我惊伊会寒，所以送围巾要去给伊。哦，杜恩恩，你在啥物表情啊？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简单讲，我甲陈宏关系毋是你想安尼。哎，我哪有讲啥啦？我是等伤久啊，啊子琪哥哥都袂堪要等啊，就叫我来问下状况咧。既然你甲长虹哥哥约好啊，那你紧去啊，莫让伊等伤久。啊，我顺续就转去餐厅，甲子琪哥讲一下就好啊。赵医生，紧去找你的柯长虹，莫过来迫害我跟瑞芳的感情。你做得真好。再好你，多谢。多谢。佳佳，你请何不心替你做什么代志？无信号啊！叶宵，叶宵。
妈再讲啦。这什么味啊？敢是早起？医生哪会约我来吃？平日这味我人拢这么不爽快啊！医生一定袂堪的，敢会真正已经昏倒在山内面，唔再找无人？明的，我一定要找到医生才会通。无讯号，不过手机啊卡袂通。张宏，你伫底？张宏，张宏，怎么有沼气？站红一定是走入去啊，手机有动呢，要安怎？这手机还卡袂通。医生，你袂入去，后山那边以前是军乐制掩埋场，有沼气，真危险。你是不是知影啥？啊，若无你也知我伫遮。你要问较济啦，非得我陪你去这危险的所在啊！你现在要害怕站红？我真正想袂到。你为着你厝顶的选举，竟然出这恶报！再后若是发生什么意外，我绝对袂原谅你。医生，这个代志是跟我无关系。干安尼？若真正跟你无关系，你谁人会伫咧遮？我袂去叫站后。医生，医生。继续来，无找到医生，我绝对袂当倒来。医生，哎，你过来。
少，来，你莫过来。你话都行无？你想安尼？我家己会当行，安尼更好些。张宏，较早拢是你为着我勇往直前，为我流目屎、受伤，今摆换我来保护你啊！安怎？赵医生讲有足感动的，甲你讲瑞凤，原来你阁无甲我放袂记哩。小姐，你闹啥物？你笑啥物？互我讲着啊吼，你还是无法度放下赵医生，伊对你阁有遮尔重要？你讲啊！小姐。你到今嘛，还唔知你所做代志有偌严重？你跳过骗长官医生去后山，那边是有草芥，老娘身躯有些出人命，你敢知？你想做咩来做啊？拄只查某已经昏迷啊！万一医生看我找到伊，万一我甲饭店所有人员无讲到位，后果不堪设想，你知无？我只不过想要找一个机会，让因较早做伙。我哪会知影会发生这种代志？王冠的一间厝后店是啥？我刚来问你，卡住两只出代志，你有心敢会得过？你敢知影？伊小拄只是安怎看我？伊掠做我家己，做为设计账号，卖爱伊的命。郭佳佳，你到底想怎么来害我？因为我看到赵医生误会你，我就正欢喜的。安尼你有满意无？讲来讲去。你阁是为着赵医生咧骂我，你怪我？顾佳佳，你要食是拄好就好。自我离开，决定要报仇，是因选你跟你做伙，医生拢是无辜的，你想怎要伤害伊？因为你，就算讲你跟我结婚啊，啊，不过你的心，拢无伫我的心上。三年啊。在你上不足，在你一无所有的时阵，是啥物人支持你？是啥物人甲你斗相共？杜瑞峰，不是你思思念念的赵医生，是我郭佳佳。你敢知影？是我，是我郭佳佳。你要信无？假使你无法度放弃赵医生，我嘛无可能放伊煞。不信，你着试看卖。你的心，你怎样懂？恶毒的人不是我，是你。你比我更加可恶，更加恶毒。杜瑞峰，是你辜负我对你的爱，是你把我对你的付出啊，给我牺牲，全部拢放袂记你啊。我有讲过，咱
针对应该是有错的人，别想到有我的人，你对我也嘛是来，敢不是？我信你，我对于这半面良心，是我做了唔好，啊不过，我已经要控制我家己感情啊。不管怎樣，伊秀是我的小妹，你就无去伤害伊。佳佳，我拜托你，莫这样骗去，莫这样固执，你过来落去，咱是不是继续做伙？看起来你已经算着好啊，既然你阁无法度放下赵一秀，你就去找伊啊！有一天，我会让你后悔你所讲的话。开病医药，你人是走去倒？你是安怎歹甲阮大家联络？连手机拢关机，你敢知影？所强要烦恼死啊！好啦，别艰苦，别哭好无？你的手哪这么冰？恁哥在病院，无用基金会扫墓，无这么紧回来，咱去楼顶讲好无？你就不要下台。真正唔知影，我阁会当找谁讲话？张梅，我听着白白讲，已经有信啊。唐所长，嘛爱再去甲白白讲去办婚事。而且，张玉嘛已经倒去病院上班啊。不过我拢唔知影，原来从头到尾。伊都一直在陪我，我真正有够痴心的。珊妮，阿嫂要甲你回信嘞，因为这个代志，我一开始全部拢知影。我无选择伫个第一时间甲你讲，迄是因为我想要让展玉家己去处理好好势。我嘛认真讲到尾啊，伊也是选择你，想袂到，我知影你即摆心情，欠过你一定要坚强起来，你千万袂当让伊看笨手，把你的一生毁掉。我的囡仔无啊，我的希望嘛无啊。真正不知影我要哪继续活落去，珊妮，还这么悲观好无？你换一个角度想嘛，好佳哉！伫个结婚之前，你知影代志的真相。啊，那么，那伫个结婚以后，你才知影柯展玉是一贯笨手，你不是更加悲哀？啊，不过我的心就疼的，我将我。
今日传简讯给我，叫我去汽车旅馆看两个人的文玩。你哪当来欺负我？加柯展玉，前几秒钟佮我计划结婚的代志，后几秒钟，伊就去甲董事长曾经做伙。这个世界上，哪有这种无心、无光、无血、无目屎的人？我真正无法度原谅伊，我真正无法度原谅伊。冷静，你较冷静，莫安尼。阿嫂仔，你今麦足艰苦的，强过你听我一句话。佮卡哪讲，恁两个人男未婚女未嫁，虽然讲伊伫感情上选择别人，强过你家家敢会当怪伊对你感情不忠，你又佮会当安怎？珊妮，你甲阿嫂同款，拢爱学会晓放下。阿兰不是常常在讲，下一个男人会更好，离开心更宽。你看你，生到这么水，佮这么少年，你人佮这么善良，你就会拄到一个佮较爱你的查甫。你莫一直叫我洗头啥？你看啦，你才打小伞，就安尼四处爬爬走咧扇风。阿嫂，去买一块中药，等来替你顶补，互你补身体吼。阿嫂，啊，你甲阮公两个人敢好不好啊？你甲阮公两个人敢好不好啊？坦白讲，我真气，我嘛搁咧观察伊，也毋过，伊即摆病情，敢若真正足严重诶。伊即摆比较安尼，拢爱怪我，怪我当年无应该一时冲动来造成。所以我现在心情我很矛盾，我也很复杂。阿嫂，我哥这样三番两次伤害你，不过你又把我当作亲兄妹在照顾，我爷妈亏欠你的真的很多。现在在云岛的人也一直在找我，不过我真的没想到跟云岛的人有一点点关系。啊！我真正住在一间厝，嘛已经叫中介去处理啊，所以，我即马永远无所在好去。珊妮，你着当阿嫂家住落来嘛？恁哥甲你是两回事，我袂因为我甲恁哥的代志，着影响着咱哥嫂的感情。你看。你哦，一定规暝拢无睏啊，足忝的对无？来，先倒落遐睏。来，倒来。你先好好踮遮遐睏，恁哥吼无遮尔紧倒转来。等你睏醒，咱才会讨论以后的路要怎行，好无？
阮某已经出门了，即摆阮老婆啦，有什么代志，伫厝内讲。三年一个人偷偷出院啊，无甲我讲一声，也无接我电话，啊，伊敢有甲你联络？无呢，我嘛唔知伊人伫倒。阮爸妈一直敲电话问我讲伊人伫倒位，今日互伊欢喜啊，我是要去倒位找伊啦。我敲电话伊嘛无接，可能真正有秘密。那天我是传一个简讯，问伊人伫倒位好。伊甲讲。珍妮，你现在人在哪里？爸妈在找你，快回电话。是你爸妈找我，谁那不是你找我？东公是要做等来？我甲翟玉两个人竟然伫遐见面，因到底要从啥？伟泽哥，啊，你顶下讲迄个海外投资的代志，敢真正有这尼好看？之前获利报告毋是互你看过，事实摆在眼前。无一个月就两成的利润，而且我阁有可靠的消息，这利润真紧就快速成长。今日是安尼，佩佩伊交予我的资金，也拢到位啊，我都全部拢交予你处理啊。无问题。熊科长，月，你算牛呢，会当公判经纪人的红袖。陪陪我们吃西西哈，伟泽哥，你免客气啦。哪跟你比起来哦，我这还是算小 case 啊。那只不过啊，我有小可烦恼三年，伊敢会想袂开？啊，万一若是不出人命，金志玲可能袂进来简单帮我耍。这点你唔免烦恼，阮三年无安能食。啊，不过我要感谢你，离开阮小妹。王兄妹，免扣你这本事了。伟泽哥，好凶啦！你嘛免底下故旧比我买，我唔才要敬你。是金志玲外孙女嫁唔到人，嫁予你这个人面兽心的人。啊，我这个本事人哦，唔才有机会跟你合作，做回来的志玲毕业钱。想袂到，竟然甲陈玉交结，做这种卑鄙的代志，我一定要想办法踢破伊。讲你嘛真敖讲双枪，咱两个为着共同的利益在合作，一定会当下过较济钱。这林病院即马拓建的工程已经整地完成，明仔载就是动工程了。只要顺利，一动工，咱就有几千万的油水通用。那呢，我就先甲你说多谢。阿四公啊。你到底已经为基金会遐，我找偌侪钱去投资海外龙头公司啊？
无偌济啦，算算也差不多两亿。两亿？伟泽哥，你真厉害呢！啊，不过你安尼敢袂食了伤风，提了伤济啊？真要还嫌济，而且这毋是我一个人独吞，身躯边阁有一个笨手人要甲我对分，我无下较济，这喙齿旁拢无够。你慢慢现身我啦，既然白白甲伊西街拢提出来，我会赶紧提起海外人头公司甲奥利，有期待。袂用的，我袂当搁避啊！规气当面解问啊清楚。根本你出来还阁有太过喜欢，我不准你给我这款笨手了。你哪会搁骗我啊？那是件代志，头拄仔恁讲要下济仁医院要搞金配方的钱，我全部拢有听到。这世界上哪有一个做哥哥会联合我来做伊欺骗家己小妹？你真正搁袂见笑？头拄仔恁讲的话，我全部拢用手机啊录起来，我要甲我录起来。放予阿嫂知影，我当署长知影，嘛要予你即摆上爱金配方知影，予因知影恁两个人的真面目。善，善，善的，我想过过，你话到啥个，绝对不离手。你给我站起，这也是唔属你的，你莫过来提，走啦！柯仔，出手去啊！给我放开，给我放开！救命啊！真啊，真衰，赶紧出去跑啊！三妮，啊，你不是讲你上爱我？快，把手机交给我。安怎？即摆讲你爱我，你见笑，我袂管你骗去啊！你去了，我要见你姐，袂当放肆有贼。连团队都要跟我作对，一台好设定坐去，啊，另外一台偏偏你计时歹去，害我爬楼梯，爬到面两脚。你走去啊！这下还啊！
三娘，三娘，你在跟你家，走起来。你俩这个咯，不管怎，马上给我找到三娘。你手头资料绝对袂当让刘郎知影，不然我明仔日当工顶呢，咱两个去聊聊。是安尼坐的早起，唔知影有要紧无？医生讲伊好运，明早去用化验救出来，即马已经无代志啊。也毋过，害伊的人有代志啊，我一定要找出是啥有即款下流的手段来对付伊，甲伊告甲死。展宏哥哥，姐姐在这边啊，已经平安。你比我搁较严重，你免烦恼我。我刚才平安无代志，我出今日你又发生意外。你差一点哦，甲大家惊死呢。医生讲哦，你半条命已经入去鬼门关啊。好佳哉是医生，只是甲你救回来。你来是要创啥？这无欢迎你啦！我是来关心展宏的，会清采袂？伊唔拿清采啊啦！伊即摆无性命危险啊！安怎？即摆已经感觉足失望，想要去弄病对无？展宏。你平安就好，但是有啥物需要做你开嘴，我一定尽量到三江。有，即摆需要正义、公理，啊，佫需要一个意图谋杀的凶手出来自首。我想除了你，无人会使到三江啊。请问你敢有早手铐来？哥，你为着要甲展宏哥哥，竞争理事长的位置。你都用这款的手段来害人，到底把人命当作啥？挡你路的人，都应该去死。我有讲过，我真正不知道想怎这件代志发生。啊，若无，我袂去救伊。是哦，安尼哦，家己的翁婿不知影家己的某在创啥，敢若有一个解释啊，就是恁一个是黑面，一个是白面，要欺骗大家信任。我跟你讲啦，恁阿母的步数，我早就看出出啦。哥，那不是恁两个阿母有共识，要咱会配到个拄拄好啊？恁某在遐准备做歹代志，伊就拄好在遐出现，在遐救人。我看恁两个哦，根本就是同一款的人。你想要将责任送予恁太太，唔敢家己担，你安尼做，只会晓让我看你搁较无。杜雷锋，你希望讲我消失，这我会当了解啦。不过玉秀嘞，就算讲玉秀伊真正得势哩，毕竟伊是你的小妹呢，更加莫讲恁两个过去的情分。你代志敢有必要做啊？真严重啦！你啥物拢莫搁讲啊？过去算我讲。无看清楚一个人的真面目，就戆戆啊踏入去。即摆想起来，阮妈讲了无唔对，我早晚会后悔，甲你做伙。好佳哉当初你离开啊，我才无把我的人生，阁继续浪费伫你的身上。请你莫阁做出会让郭佳佳误会的代志，造成我的困扰。是啦，你都已经娶某啊。阁想要甲伊小搞暧昧，
伊真正足无品的。总讲一句，你走啦！即马遮所有的人拢无想要看到你。请恁保重，我先来走。点摆你装忧郁咧？是要演互相看？甲人母甲要死吼，即马过来关心，根本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。郭佳佳，郭佳佳，搁有迄个面要靠你哦。喂，好，我来准时到。伊靠你要创啥？伊要约我见面。千万唔通去啦，这一定是鸿门宴，一定是想要甲你害死哦，害未成，要继续害你啦。你若去哦，稳死的。对啦，姐姐。你千万唔通去呢！我只是去甲伊甲话讲清楚尔，没有代志啦。伊这款人哦，头壳已经有问题啊，是要甲伊讲啥啦？伊即马就是因为怨道生在咧作怪啦，规个头壳吼内底敢狗仔共款的，讲啥伊拢听无啦。是啊，根本无必要甲伊见面啦，佮讲嘛是差不多遐尔。姐姐的个性我真了解，我若是无去甲伊见面，甲话讲个清楚，伊一定会继续闹。两个大家拢袂平静，我就去跟伊见面，看伊到底是想要创啥。珊妮哪会甲我讲一声，就这一走，连电话外口袂通，我真正足烦恼伊会出代志。我明明都已经讲好啊，叫伊留落来静养啊。慧泽，你是不是对伊讲些不应该讲的话？所以珊妮才一句话都没讲，凶狠就离开。我只不过念两句，我也无歹意啊。我承认啊，我的口气小较重，啊，不过一个做哥哥的，我念伊拢是为着伊好呢。知影是不是啊？我的口气听不进去，心肝也无欢喜，所以我偷做伊走。即马足烦恼三年，唔知影三年敢会主动甲思瑶联络，甲我还佫知伊个代志，讲思瑶怎样？真个老婆，我想三年哦，你阿滚两工都无代志啊。伊若真正甲伊联络，伊马上甲我通知，咱两个做伙甲接他转来。因为我惊讲哦，伊即马情绪无稳定。你这人，我都将伊按头好势。嗯，我知影。珊妮若是有找你，你莫紧甲我讲哦。好了，老公，我会报告门诊，我今麦先带病医。我陪你做一出嘛。我对珊妮也是放袂入心啦。我来伊常常去的所在找看。不是囥一个花间，带无去。郑老婆，是嘞啦，我拄用吸尘器的时阵，无说你摔破。我知影，你喜欢这个花间啦，我买一个新的送。行。我快叫。行嘛。啊，咱遐咧过生吼，一家伙啊，安尼斗阵食饭啦，即个感觉真温暖吼。啊，以后吼，咱一家人都爱常常安尼做伙食饭，啊，培养一下感情，啊，感情才会愈来愈好。是啦，啊，不过拄只遐菜，应该拢是去餐厅送的，应该无俗吼。我看后摆安尼啦，咱家己买菜回来，家己煮，较健康，慢慢卡些钱。文祥啊，啊，厝内面平常时也无在煮食啊，啊，是因为啊。我对迄油烟味过敏啦，医生有讲过啦，讲我鱼较弱啦，啊，闻到油烟味吼，较会下骨啦，啊，所以拢叫外口送啦。啊，是讲即马你嘛爱无闲啊，啊，请身体搁爱静养，咱都莫家己煮哦，安尼较麻烦啦。啊，到白白拢一家伙啊，即几个我搁饲会起啦。
是毋嘛？但阮也无讲要互你饲。你若是感觉讲阮伫遮吼有甲你骗着，无安尼啦，厝细阮照顾，安尼吼阮心肝内嘛袂感觉歹势啦。哎呦，亲妈，我唔是这个意思啦，你听话唔通听一半啦。我的意思是讲吼，啊，咱拢一家伙啊，当然嘛爱互相斗相共，对无？妈，你啉看麦，我带做好诶，现打果汁哦。这是你拍的果汁，是啊。你拍一个果汁，奈不干呢？我嘛唔知影啊，啊，唔是讲把规个水果等下去果汁机内底加就会用的啊，啊，所以我就把规个苹果等入去啊，啊，较快家己试了，啊，唔过足奇怪，拢夹袂叮当，而且哦，迄刀仔拢歪去啊呢。你苹果搁等咧果汁机内底，你不先切切咧？啊？爱先切咯？啊，你也不先跟我讲啊？后来我就换葡萄柚啊，啊，唔过葡萄柚这么大了，我就家己切到一半，啊，就等入去。啊，唔过开关一试，迄汁就拢喷出来啊，喷到规个灶脚拢是。啊，我头壳晕晕啊，我啊，即声灶脚唔知穿偌久。啊！是讲你把迄葡萄柚弹入去，要拍果汁，你无把迄果扛起来哦？哈？哪会这么复杂啊？啊，家电用品唔就是爱做到愈简单愈好？设计这么复杂，啥会晓用啊？妈，是你买的白药无好啦，规日拢喷干呢，袂用个啉啊，我就家己摕出来洗洗的啊，啊换葡萄入去啊。啊，这些应该无问题啊，哈。嗯。哎，亲妈，歹势啦！啊，都我袂晓教查某囝，啊，自细汉都毋捌互伊入去灶脚过，所以遮个物件拢袂晓用啦。啊，是讲吼，啊，伊遮尼有效着，有遮尼有孝心，拍这果汁互你啉哦，你甲啉淡薄仔。白雪啊，辛苦你啊！自从你嫁予文扬哦，我总算是等着你亲手拍的果汁啊，多谢。妈，你是安怎啦？是临时间过着心啦？我叫有见着啦，是讲果汁内底哪有济啦？是我衫的留案呢，我拄则拢找无，原来哦。到你果汁内底啊！妈，不要紧啊啦，紧啉啊！这葡萄汁对身体足好诶呢。啊，唔免啦，唔免啦，我已经真饱。哦。妈，啊你下晡若无代志吼，你著好好休困。我甲你送货，是做去工厂看卖啊，下下生产安怎？文扬，无用做你啦，也毋通伤忝，吼。我这 CD 啊，我有一块大老板的摄像 CD 放内底，哪会无去啊？你是讲房间内底迄几套的其中一片啊？对啊，就是迄套古典 CD 啊。我若是无知哦，比我无带钱包更加无安全感。哦，我唔知呢，我嘛无看到。嗯，啊，你拄则明明就讲甲真清楚，怎么还阁无看？文扬。敢会讲你藏伫迄倒位，家己煞袂记得？哪咧？我入去找看卖啊。这样大台 CD， 搁有搁定地，留你遐创啥？啊，你讲啥？无啊，我无讲啥。无去啊啦，规只 CD 拢无去啊。哪会无去？你搁详细找看卖咧啦。我拢找过啊，迄只 CD 比我的性命搁较重要。咱搬来遮时阵，我阁特别共伊放伫咧上面迄个所在，阁穿一个鬼仔出来放，
我一天换一台出来听，我无可能唔知藏伫咧倒位啦。白雪，你是甲我诶大老板诶古典音乐 CD 藏伫倒位啊？即卖已经收集不完全啊，兼一片拢未用诶，迄是古典音乐史上上珍贵诶录音诶。我哪会知啦？什么大花瓣、小花瓣，我也不咧研究遐啊！我要去订当地的 CD 啦。啊，有人来啊！谢白雪小姐，包裹，我再给。多谢。妈，是我买名牌包来啊呢。白雪，你哪有钱去买这包包哈？白雪，啊，这卡就是讲你用收费要来跟我交换拍那个包包哟。对啊，看卖有水无？白雪，这卡包包过哪班呢？你都有来钱买啊？这卡包包是我买给白雪啦，啊，就因为伊。妈，你拄则不是讲这是白雪用伊的收费呗？啊，白雪收费拢开了啊，是对来钱呗？你我的收费是偌济钱啊？我摕去食饭都无够啊，想哪过生活？所以，我甲你的 CD 都卖掉啊！哎呦，今卖人听应该，那嘛是上网下载，看哪有人这两块块不屑 CD 登来藏啦？放伫遐顶底，害我包包都无位放啊，干呐放涂骹。你讲啥？你把我的 CD 卖掉啊？哎，是啊，啊人对方就讲啊，讲一地啊就无要买啊啦，啊拄啊好全部拢有，我就家己卖掉啊。哎，我一个人搬这么重的物件去寄，足忝的呢。你若是要听音乐的，我替你下载啊。啊，搁省钱，搁无占空间，你讲对无？你哪会安尼啊？你哪会到处带伊动我的物件啊？迄个 CD 袂晓卖，你知？你卖给谁啊？你家己的地址，搁伊名给我，我伊卖转来。我唔知影地址啦。你讲你去寄啊？你哪唔知影地址？我寄了就把地址单丢啊！我是要去倒位找啦。人真有够奇怪呢，喊唔就是一挂 CD 尔，都有分的严重。我不管的。你电话来敲诈对吧？你把那人给他找出来，你跟他讲，不管他开偌济时，我拢要买回来。你哪会这么奇怪啊？啊，就是一挂。白雪，我跟你讲，你上好叫我跟我去做。你哪这么大声？你敢跟我行走？你喂，你现在在走啊？喂呀！嗯，都只几块 CD 尔，不是几块黄金吗？啊，歹歹叫，无去搁买就好啊。亲，你无听文扬讲，伊都无底买，已经绝版啦。啊，上重要的是，文扬破病的时阵，伊无法度甲亲夫人接触，拢是迄套 CD 陪伊度过。这对伊的意义真大，你敢知影？白雪哪会使安尼大珠大意，甲伊卖掉啦？哎呦，亲母。咱拢一家伙啊，对无？我嘛唔通安尼哦，蛮通啊，啊斤计较啦。啊，都一家人啊，什么代志哦，看啊较开嘛，袂遐尔啊痛苦。啊，拢啊互相停到底，敢毋是？亲母啊，你今日一直强调一家人，一家人，你到底想要讲啥？你直接讲。我若是把我要拜托伊上电视的代志讲破，伊毋知影，敢会马上怪我伫利用伊？我看也是等伊规个心拢歪来我这边，才阁讲好。无啦，等你嘛知我这个人，我是真心在关心你的啦。这个卢桂芬根本就是有企图，才会一直把我巴结。好啊。既然安尼，我就顺这个事来好好甲创治，替阮文扬出一口气。亲妈，啊你对我这么好，我哪会知哈、啊？
我本来就是安尼啊，啊，我对你好，这嘛无啥对无？只要你会当加想我来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阿轩呐，哎呦，阿轩呐，啊，医生讲吼，我这心脏病，袂用个想着惊吓啦。哎，我今次卖困的已经房间吼，啊，都挖路边，迄车若经过吼，都乱乱叫，我逐暗哦，拢叫惊醒呢。哦，啊，安尼好啦，我再叫人来装气密窗，爱他们若过惊，一点仔吓到。真嘛，多谢哈。啊，搁有啦，医生讲吼，我这款镜头吼，都爱吃一挂解毒清热的食物。真嘛，啊，你敢知影什么食物上好？什么食物？都是银牙。哦，啊，也搁有哦，唔是超市买的迄款的哦，你都爱去迄落传统市场哦买转来。啊，安尼一支一支吼，念头念尾。安尼煮起才有效。哦，啊，那这简单啦。阮家边啊，才有传统菜市啊。啊，去遐买转来，看你什么时阵要吃，我再买转给你吃啦，吼。安尼哦。我即摆都就想要吃呢。啊，阿姐嘛，无好啦。我即摆来去替你买，安尼好无？啊，多谢哈。啊，你倒出来休困。甲伊讲个清楚，你是要我讲啥？是你先乱夹我个物件呢？你敢知影迄块 CD 比我性命搁较重要？我无要求你赔，我刚才是叫你甲我讲，到底是谁要走，我家己去甲伊买转来，安尼尔尔。只不过是一套 CD 尔，敢有这么严重？文扬，我真正唔知你咧想啥，到底是我较重要，还是 CD 较重要？你到即摆无了解状况。你到今仔唔知我是啥物代志，我真正无法度甲你讲，我想要去无聊。文扬，文扬，我无爱，你今仔日一定要甲伊讲个清楚，若无你后面三不五时对我大细声，这款生活我不想再过落去啊！文扬，你甲我的生活拢毁掉啊！你敢知？我袂当甲我的朋友去聚会，我嘛干脆一个休闲活动的时间。我为着这个囝在打拼，你无甲我斗三工就算了，你起码竟然讲我减少你的休闲娱乐，敢讲你的生活内底就敢那有踅街、买名牌、又啉下午茶，咱两个人要爱生活实在差伤侪啊！你讲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咱两个人的生活差伤侪？你是讲你无法度忍受我？你要跟我离婚？就是咱两个结婚，我得就抓过，我一定要对咱两个婚姻负责到底。离婚这两个字，我绝对无可能轻轻彩彩讲出嘴。也毋过即马，即马你既然讲出来。可是讲，这若真正是你的决定，我会尊重你的决定，照你的意思行。我无心谈过讲。文扬，别落来！你听我讲，文扬，你别落来！你给我讲我清楚，文扬，你给我落来！差伤济，根本就是代沟。咱两个人根本就无沟通
证明你的自闭症好啊，我是骗人的。你的尸体拢三条的，就来等我家己去过。我真正是家己的石头结婚的。亲妈，我回来啊。你看，是不是这？亲妈，啊，你脚手搁这么紧了？嘿呀，啊，你叫我买这银耳吼，啊，搁迄啰哈姆，啊，搁乌布尼，是要创啥？我上爱食的一项菜吼，都爱用到这的材料啦。啊，不过吼，你先免着急，你先把这吼提起来，安尼吼，一支一支安尼点头点尾，好，安尼哦，这才是营养，安尼吃才有效。啊，这都还搁点头点尾哦。嗯。哎，这有几百斤呢？我咧看起唔难哦，这有几千斤呢？这就要麻烦你啊啦！我袂免伤忝的，我先来去困觉。啊，你若用好哦，你才给我去，吼。挽这，挽头挽尾，挽到规只手安尼提起出。亲妈，你真正用好啊！啊，你看这营养安尼有水无？有水，啊，不过吼，安尼炒无好食。我给你准备一块鸡丝，你替我等下，哈。哦哦。亲妈，你嘛知影，啊，我这个人哦，就吃卡无吃饱。嗯，这行菜哦，有时爱安尼做，我跟你讲吼，你若安尼一根一根吼，加这个火腿，哈，嗯，还佮加这个毛呢，安尼吼，佮包起来，大家拢爱安尼包哦，包个好了后吼，才佮用迄个高汤落去煮。安尼哦，才会好食啦。啊，是讲哦，这嘛无啥困难，嗯、啊，你搁这么熬，真简单嘛，哈。哎呦，你嘛知影，医生讲我胃容易伤忝，我搁去休困一下，哈。麻烦你呀。啊！叫我安尼一支一支安尼拔，我哪会晓用？我去做总婆西头，我哪来伺候你啦？刷刷去，好势嘞，无提干么用？一支一支倒去拔，是不拔到当时啦？陈玉哥哥竟然串通做这种代志，今麦是要找谁参详？我是要安怎跳破因的假面具？阿嫂经过说明较济，一定有办法。袂用的，阿嫂遐尔爱顾，我的确也徛伫顾迄边。看来，我只好用我家己的方法，帮你想个出发。妈，妈。
妈，妈，你莫无要吵我啦！我嘛知影我做唔对代志啊，啊我家己哦，嘛感觉足痛苦的。痛苦？啥物叫做痛苦？你知无？三年才叫做疼，才叫做苦。你这啥痛苦？想足无的呢，你是我这个巴肚生的啦，我这双手甲你饲的啦，自细细个汉仔一直甲你叼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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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叼到这大汉，饲二三十年，我是讲我饲一个后生，饲一个人，结果去饲这精子的，真是气死！妈，别骂啦，骂啥？你讲啥我拢不爱听啦，也免甲我讲话啦，才嫌我啦，免惊啦，惊安怎？三妮，你愿意打电话给我？那安尼，你即马人伫倒位？我去接你回来。柯展宇，你是不是因为恁家的人即马伫你的身躯边，所以才计较这么无理？你莫讲骗我。我即马要跟你见面，啊，不过我咧单独过来。我见过。上好莫让哥知影。好。那个所在我知，我即马随过。三年讲啥？啊，伊敢有跟你讲，伊要原谅你，要阁予你机会，予你赎罪一下。即马感情已经不是上严重的代志啦。三年一定是为着我，甲总为着贪污的代志要找我讲。那哪样也出去哦，我真正是稳死。三年一定是为着我，甲总为着贪污的代志要找我讲。那哪样也出去哦，我真正是稳死。弟弟啊，啊你遐点点拢唔讲话啦？三年打电话来底是讲啥啦？你唔着讲给我听一下安尼，哈？伊有讲要原谅你，啊有讲要开啥物条件无？妈，看来三年即马是唔肯帮我耍，万一……伊即马约我出去谈判，是要伤害我，还是要安怎？啊，不过我若无去嘛袂用的，我惊伊会出代志。哼，三年也会伤害你，你莫去伤害人就好啦。人个三年遐尼啊善良，你著去甲伊见一下面，好好啊甲人讲。啊，你有做唔对代志，就是爱共悔失的，爱求人原谅啊，对不？都爱三年，伊有原谅你，阮才有可能原谅你哦。迄个千金小姐吼，妈妈甲你拜托的啦，切切的你你你，人迄遐尼啊好举着，咱哪都去红地，唔看人的头面去讲高攀。啊，陈玉啊，迄个咱是两个世界，安尼你听有无啦？你娶迄款某，头壳担袂起来啦，知影无啦？啊，即马都是已经无法度回头啊！唔像这样为难，谁也无法度回头。因为佩佩伊，安怎？伊有心啊！潘金莲有心啊！妈。
撇撇伊是真心的爱我，阮遐人是真心真意的交往。啊，感情的代志就是袂用的勉强。搁再讲，伊即马嘛有咱挂家解救啊。敢讲，你已经失去了一个，可以甲另外一个挂走。接受陪陪，啊！若刷落来的代志哦，就较简单啦。只要爸妈拢顶头，金志玲就一定会同意我甲陪陪的婚书。安尼我伫咧平爷地位才会稳，都免惊三年手头会有我的酒店。我来生你一路囝啦！妈，陪陪今妈妈有心啊，啊，阮一日三顿来是当好好做伙。对咱大家拢好啊！恁一天爱甲陪陪赶走是啥物意义啦？搁再讲哦，三年起码嘛无可能原谅我，不如咱两个去想伊啊！你替我哦，甲爸求情，先转我甲陪陪好无？啊，若三年迄边哦，看伊要来啥物款的补偿，我拢尽量挽救伊，袂予伊吃亏啦。你这无良心的哦！你甲妈妈要求这款的哦，我无法度开嘴，我讲袂出，我做袂落。妈，爸爸是去第三年啊，阿丽豆豆想清楚了。伟志哥，代志唔好啊！三年伊约我单独出去谈判，而且伊竟然还佫警告我，唔准通知你。看起来伊是要耍算账。你今日甲我斗相共啦，啊若无，恐惊我一个人下晡法度应付。三妮，三妮，我来啊！三妮，啊，你找我出来有什么代志？
咱好好讲好不好？阁有啥物好讲的？你都已经做一到这种地步啊，而且你连责任病的钱你嘛要学，我真正想袂到，你是一种人。我嘛实在想无啊，较早我是安奈这么爱你。惠弟，你今日就叫教化就对啊！放手，放手，放手！教化，放手！高才，放手！阿志，去给高才，放手！我就知影你会笑的，我敢有这么简单就让你笑去？这是两辈有干的。三妮，代志不是你所想安尼，你听过解释？我真正是足烦恼你，我只想要来遮看卖。烦恼啊！我看啊，你是咧烦恼，你甲柯展玉讲话内容，叫我录起来做证据。万一我若是夜夜出去，就会甲你毁掉对无？哥。我真正想袂到你是这种人，平常时你遐尼啊斯文，遐尼啊善良，啊，不过你的背后竟然这么恐怖，你甲柯展宇同款，拢是伪君子，拢是骗子。珊妮，不管你怎啊，我明仔想起，你千万唔通袂记，咱是兄妹啊。哥知影，在你的心肝内。认定咱是一家人，所以你绝对袂出卖哥哥，对无？代志到这来啊，哥也无啥物好隐瞒的。其实哥哥甲柯展宇，阮两个串通是有苦衷的。三年一定袂帮我耍，只有叫妈出来，听我讲话才有效。将，敢袂想过好笑啊？其实我早就知影，展玉做出对不起你的代志，我无甲你讲，是惊你伤心，惊你艰苦啊。我嘛一直咧苦劝展玉，应该就要回头，啊，不过伊就是不爱听，我高袂堪的气，所以才决定用另外一款方法来替你讨回公道呢。什么方法？就是今夜。甲展玉联手，我借林平的钱。这林平是佩佩因家的呢，佩佩做出对不起你的代志，伊就应该摕一寡钱出来补偿你。所以哥哥，哥哥得的钱拢是你的。三年，哥哥就是用这方法替你用展玉还佮有佩佩讨这个公道。我所做一切拢是为着你，所以三年，乖，乖乖听哥哥的话。把手机还哥哥。今日还搁在骗我，搁讲什么是亲兄妹啊？我真正有够悲哀，拄到咱这种十八岁准拄煞，我搁甲你这种人做兄妹啊？阿嫂搁较悲哀，嫁乎你这种红婿，恁两个人根本就是禽兽！你真正有够可恶！我今仔日
就要替遐让你伤害过的查某人报仇，还给我死去的囡仔报仇。张浩，其实你唔要送我甲恩恩回来啊，最好只是先送伊回去。明明就是你中毒较深。袂啦，查甫原本身体较勇啊，而且正无代志。搁再讲啦，啊送伊回来，那比得过你另外温情啊？你拢想开。原本我抓准讲我是出人命啦，啊不过想着你为了我这么啊烦恼的表情，我就愈想愈唔对。总共那些这边帮，那有可能这么清楚？不像，谢谢你啊。啊，卖哪闹啦你！过去的代志，就当证明，嘿，郭佳佳，伊确实一个心肝两块歹大嫂。你竟然失去姐姐，还佫有丈夫哥哥，去遐尼危险的所在呢？好佳哉，恁两个人即摆拢平安无代志，但嘛无伊哦，我绝对袂让伊踏入阮家的大门一步。其实即摆颠倒袂去怪佳佳了，因为若毋是伊，我根本毋知影讲原来伊小你遮尔要紧我。子熙哥哥，丈夫哥哥是毋是早起中毒伤严重？头壳伤歹去，你哪讲出遐尼戆的话啊？咱是赶紧带伊去大病院检查一遍啊！你讲人戆，你家己颠倒较戆嘞。讲现实人单恋来，假使你哦，将来若是有介意的查甫甲你告白哦，你应该都听得出来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丈夫哥哥伫咧对阮姐姐告白哦？不过伊拄则讲的遐话，拢无讲到我喜欢你这句哩啊！我真正平大甲你解释，我无想要浪费我的性命，还佮我的嘴烂。我即摆命令你，马上缀我转去加班。阿弟，我今日在布施家家，其他还靠你，加油，胜利在望。门口靠呢，啊不是大禹治水啊，要三过家门而不入哦。而且，为什么今仔日姐姐变上班，啊我都要去？我问你，你敢有中毒？无。凭我是你的经理，我需要你，这你有敢会用？当阵看到你牵着我的手，看到你陪在我的身躯边，看到你为着我烦恼的表情，我真是感动啊！我总算知影讲，原来你是真了解我。赵医生，我即摆认真的问你，你是不是愿意给我这个机会？是不是愿意接受我？衫要过给伊啊！啊，早起听下面啊，我买鸡汤汤熟了，啉一罐。嗯。张宏，
等我甲佳佳见过面了后，暗时八点你看好我，我再甲你讲我的答案。江爷，看起来伊小应该是愿意接受你啊。无啦，姐啊，你跟我开玩笑。你讲伊小愿意接受我？按照我对我查某囝的了解啊，应该伊是这个感觉个，唔对啦。阿姐，多谢你啊。阿婆，我等下准备一下，下暗要再甲伊小正式告白。阿姐，多谢你。哎，进来。看到伊小跟瑞峰未够互相折磨啊，因为家己的创伤内面走出来，这嘛是一件好代志。看起来精神袂歹呢。住咧遮，是会当好去到倒位？讲来讲去，我会伫遮哦，拢是你甲瑞凤害。你今仔来遮是要从啥？若无代志哦，你好转去啊。看起来你的头脑真清楚啦。好啊，若无。咱就来讲一个条件。假使你会当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就叫瑞峰替小告诉，予你会当较早离开这个疗养院。你感觉安怎？你讲看卖。我有听爸讲，瑞峰还佮伊小囡仔是难散死的，而且后事佫是你办的。因为瑞峰到即马佫唔肯佮我有一个囡仔啦。我想哦，应该就是这件代志的关系。我想要知影，伊小生囡仔的迄间病院，我想要替迄个囡仔办一个法会。想讲安尼，我甲瑞峰就会当顺利有一个囡仔。迄甲你一点仔关系就无啦。你要甲瑞峰有囡仔，恁就去拜祝生娘娘就好啊。而且，迄件代志已经经过这么侪年，我根本就袂记起来。干嘛呢？啊！不过我听爸讲，你逐年拢有固定捐资予一个育幼院，迄个育幼院的名应该就叫做爱心育幼院。这个领导话哪会这么侪啦？甲郭佳佳讲这是要从啥？啊，搁问落哦，郭佳佳一定会发现的。你是安怎不爱讲话？也是讲，迄个囡仔毋是难产死的，是你甲伊害死的。你是咧黑白讲啥哈？我是伊的外妈呢，我哪有可能甲伊害死？你莫黑白讲好无？是毋是有你的心肝内上清楚？即马，干那你一个人伫遮住啦，无听着。我找一个西宫的凉凉的，就会当看到迄个查某囡仔的缘分哦。你莫当后壁讲好无？我无对伊小的囡仔下毒手啦！你莫当后壁讲啦，什么缘分啊？若是无，迄是上好的。你是咧惊啥？重点是，假使你无把伊小的囡仔害死，那呢，伊即马人伫倒？真正是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唔知呀！你莫再问啊！你莫再问啊！你莫再问啊！佳佳，我即摆什么情形？你是问正话什么代志，会惊到安尼？爸，我只是炸水果来看伊小的妈妈啦。我看伊今日的精神还阁袂歹，所以我就顺续问伊，顶届你甲我提起伊秀还阁有瑞峰伊那个代志啊。啊，不过伊还是想袂起来，所以我想还是无法度知影是安怎伊要逐年固定关机予育幼院啊。好啦，莫想过勉强正话啦，阿姨的病啊，看即马也袂好，以后另外找机会再查看有啥物线索。哦，爸，我甲伊小还阁有药，那安尼我先离开啊。
我不害我的外孙，我不害我的外孙，我不害我的外孙啊，我不啦。那是要安怎才好啦？你这个代志我唔爱去当着，我也袂晓处理呀。哎呦，要够紧张的啦！啊，你一摆打电话给伊遐久啊，还袂转来，到即马无看人，我实在是，爸爸，爸爸。我问你，我问你，到底是发生什么紧急的代志？你安尼连环哭，哭到我安尼心情哦，无都通上班，上我一半吼，赶紧哦找人来代班，赶紧转来。要紧啊，要紧呐、啊，紧来去找弟弟啦，要出大代志啊啦！啊，有什么代志？咱弟弟早就出大代志啊啦！啊，敢会变哦？三年即嘛唔插袂过个大战？唔是干那安尼尔啦！他拄只吼弟弟接到三年卡来电话，讲要招伊出去外面谈判啦。我唔才知影讲代志大条啊啦！你敢知影？迄个潘金莲，伊有心啊啦！啥回啊？咱弟弟啊，遐高遐厉害啊，敢若配水哪都有啊！恁爸真是有影会去气死，这个死囡仔！爸，即摆生气无路用啦，毋是生气的时阵啦，先想办法解决啦。你敢知影咧偌严重呢？三年前我弟弟讲要去谈判，啊两个安尼独对独吼。即马三年的情绪，我搁较激动着，伊绝对无可能原谅弟弟的啊！啊，如果大家若控制袂住，啊，若乌爸母爆出一挂情杀案，安尼到时着上社会新闻，啊，要安怎啦？对，三年哦，迄平常时啊，看起来无性无地，啊，即款无性无地上厉害，伊若叫掠狂哦，足恐怖呢！来找人去的啦，啊，要惊啊！啊，你敢知因约是倒位？我唔知，我都紧张的要打电话给你，我哪知约会倒啦？安尼别打错人啦！我打电话给弟弟，我打看麦，伊即马人伫倒位？爸爸，有简讯呢，弟弟的简讯。我即马伫个旧乌路买仓库，三年要对我不利，妈，紧来救我！紧的啦，爸爸！好，慢哀，赶紧来去。到底家，三妮，这是安怎？安怎？我拢袂听当。无啊，我只是让你食一点仔乖乖，食了了后，你就会乖乖啊倒伫遮，倒位拢走袂去。你是要创啥？你要学白来？我哪有在学白来？是恁两个在学白来。安怎？左拥右抱的尴尬是毋真好？好好守护一个新买太太，敢有真困难？既然你无感觉三个人枕头相克，那安尼，我就互你克到满意为止。
狗啊！出卖我，伤害我，狗明哥讲你是阮狗。三妮，你紧住手，你别冲动，我什么拢答应。你今仔天门顶落来啦！你敢一只什么拢愿意答应？对对，我什么拢愿意，小弟帮阮走，我什么拢愿意。好，咱也坦白向大家讲出恁所做的代志，然后恁就会当平平安安离开。好，我坦白，我啥物拢讲。你讲哪无唔对，是我欺骗你。我甲伟泽哥串通，要为康这里便宜的钱。唔免甲我讲，我即马就敲电话给董事长，你甲你头拄的话拢讲予伊听。讲完，恁两个人就当离开啊。哎，三弟，三弟，三弟，回你即马，证据拢伫你个手头，帮阮算好不好？我甲陈玉哦，已经无得进行阮个计划啊，阮无得违抗这人命啊！这个代志，就到这为止好不好？看你是咩样，陈玉登去个情况变，阿先讲，给你淡薄仔钱，无要紧，阮拢会顺你个意啊。你根本就无想要悔改。哪老你这人笨手，在这世间嘛无什么路。既然恁拢是笨手啊，哪会这嫁落来，只是拄我好尔。慢了，三弟，好啦，我听你话，我啥物拢讲。陈毅，那恁我今麦就敲电话，恁去自首，加加去用关几年，唔自首。就是去予阎罗关一世啦。啊，陈哥是伫倒位啦？哪会这歹找啦？啊，找几久找也无？找到真足嘞啦！看有着啦！我较紧的啦，即摆毋知啥物情形，万一若赶袂赴，毋知发生啥物代志。好啦。哎，妈妈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吼，你是查某人啦，啊，以查某人的心态吼，咱来设想。假使讲吼，你个一个查甫的下岗吼，啊，巴肚迄个囡仔漏体啦，啊，结果这个查甫的吼，外口迄个查某吼不有心哦，啊，你安怎处理啊？遐就讲讲，你做嘛做，让你个咚个变来哇！好，加头，安尼赶紧的来找弟弟啦。三弟，先听我讲啦，三弟。安怎？你即马是要我饲手机啊，还是要我饲开关？你选一项啊。三弟，好在因为真感谢你愿意放弃自首，啊，不过嘛是爱阮淡薄心理准备啊。而且，我嘛想清楚，轻重一平，我那边向伊交代，可以了解激动的状况，也够想袂平啊。一定足不希望看到我这块爸爸。你看到安尼，伊安怎想？我不希望伊受到伤害呢。好啊，回弟，恁就是在搞拖时间，恁就是不肯认错。恁哪这尔可恶啊？一直在搞争吵呐。哪呢？都莫讲我无情。爸，
妈，救人哦！生离气笑，进来救我！弟弟，我们要过来，那是过来，我就继续死落去哦。三妮，我知影弟弟做唔对代志，伊即时想我到，做出了这样对不起你的歹事。啊，不过弟弟放过伊一届好无？你给伊一届机会，囡仔唔对，阿母带回来教。我带回来拍，我甲拍我脚踝手指，我来对付伊就好啊！你放伊煞好无？但迄个不是咱较早认识迄个展宇啊，伊唔知影伫背后做偌济歹代志。是，阮是唔知影讲哦，伊伫脚踭头吼做啥物弯曲咧？但不过我知道，伊辜负你，伊来伤害你。即摆伊来千刀万剐，都无够来下罪。但不过我今仔日，我代替展宇。我先跟你回去嘞，我拜托你，你唔通想袂开，用这款的方法来处罚你，那你无简单啦，吼，莫因为一些人来影响这么多人的性命，好不？三妮啊，你唔甘愿，你有委屈，阿母拢知，你甲我讲，阿母甲你徛斗阵，唔甲你徛江边的，吼。你莫冲动啦，放伊煞好不？我听你啦，听你啦。我求你啦，我甲你拜托啦，你好心嘞，我要求嘞，好不？三弟阿弟，有什么话，咱慢慢讲。来，恁家做迄落代志，慢慢来甲伊讲讲话。我即马敢若有这个办法尔。三弟，你莫看弟弟，你嘛念我这块老面皮。你让我拜托一个放过的一摆，我拜托你，吼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了，你放你煞了，我求你了，你原谅伊，你放你煞，你煞。玄子，你玄子来救我！玄子，爸爸，我在这，我在这，救救人，救！弟弟，哎，别弟弟，弟弟，有安怎无？有受伤无？妈，嘿，啊奇怪，啊恁两个奈拢辛苦恁哥哥袂振动？是三妮，是三妮甲阮动的脚手，啊唔知影偌久，药啊才会退。哦，真的，亲，多谢你救我一命。啊，你唔是三妮的哥哥，那连你煞还惨落。我唔知，可能是之前哦，我一直替陈玉在讲话啦，所以即摆失去你一滴。亚总讲哦，我是陈玉的感动，所以连我这个情人欠袂你。夭寿啊！啊！你连三年哥哥都认为着，我见过你哦。这边哦，是我跟你妈妈
最后一遍给你切下去，后边哦，三爷哥找你，不要插你啊！别再怕啦，紧甲抓回来啦，抓回来去看有倒位伤着，有安怎无？免啦，伊家有脚，不要行两下。你看你，他个正歪歪，我找你来告伊哦，行，行，行。这么辛苦，可得三年一遍，一定有再进去。张玉，等下看着我妹妹，就是落难安装，一定还走几三年。卡在我跟瑞峰第一笔过的时阵，都是互相扶持，互相照顾。即马倒来台湾，就安尼派兵相看，哪会变到安尼？我来啊，找我啥代志？医生，真侪人。今日是咱十三的十二周年，我想要甲你啉一杯。这种周年，敢若无啥物通好庆祝的。咱的友情，伫十年前就已经变质了，敢毋是？而且，我已经无法度阁信任你啊，阁较莫讲，连你停乎我的酒，有啥话紧讲讲的，我阁有代志。你是惊我伫这个酒内面动下手？我知影这十年来。咱有真侪误会啊！我今日约你来，就是想要搞这个误会解开的。这罐酒还袂开，你家己开，安尼你就会当放心啊。过去无啥物好讲的，只是立场无同尔。我是无法度谅解你的所作所为。你把未来的日子，你会当把你的想法放下。重新好好过你的人生。其实我嘛无想要甲你过高甜啦。我倒来台湾主要目的，是想要替俊佑报仇。即马何玉梅嘛受着报应啊。啊，不过瑞峰倒来台湾，对我的态度完全无同款啊。尤其是你发生意外的时阵，迄个所有的代志拢怪伫我遮，袂输是我害的同款。我实在足操心的。刚刚我甲展宏，互人碰去饭店嘛后山，这件代志，毋是你暗中布的。我承认，我以你的名义约展宏出去，啊，不过我只是想要撮合你，我真正毋知影会发生这种意外。医生，卡苏，你会当有一个男朋友，瑞峰就会对你死心吗？你敢知影？我比柯展宏更加希望你会当平安。你若真正出什么状况，瑞峰唔就会全部送伫我家。医生，你自细汉就予人保护了真好，所以你无了解我的感受。我自细汉就无爸爸妈妈，我是伫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成长，我嘛就希望会当有人爱我，有人疼惜我。啊，不过自从俊佑死了后，我的人生嘛毁掉啊。加在瑞峰，伊的处境还佫无必要跟我同款，阮才会当互相扶持活落来。所以今嘛，我已经袂当无瑞峰啊。假使瑞峰离开我，我阁会承受一届失去爱情的痛苦，我真正袂堪咧一个打击。这跟我有啥关系？伫你甲瑞峰结婚迄一天，你所有一切
拢跟我无关系啊。当然跟你有关系。我知影伫咧瑞芳的心肝内，我永远跟你袂比的。你敢知影？大概我看到瑞芳跟你做伙，伊对你的态度，我就最怨妒的。不是你走，就是我跟瑞芳离开台湾。啊，若无瑞芳的心，永远伫咧你的心上。我不管瑞芳讲的是嫌我的感情，还是男女之间的感情，我拢无法度去忍受啊。这点你会当放心，我已经准备要接受彩虹的感情了。所以彩虹以后就是我的男朋友，我跟瑞芳未够有感情的牵连。感谢实嘞，你敢真正接受彩虹啊？这几遍的危机，我才发觉彩虹真正对我足好的，所以我准备要接受伊啊。安尼你会当放心啊未？彩虹卡来。彩虹，你找我啥代志？魏秀，啊，你甲佳佳讲了安怎？敢结束？敢不需要对接了？唔免啊，我甲佳佳要讲煞，我想要离开，差不多十分钟就会当到伊遐。好啊，啊有一寡话哦，我想要当面甲你讲，啊无我等你，待会见，拜拜。哎，柯佳宏，你今日一定要加油，一定要让伊秀知影你对伊的心的。是佳宏卡来，安尼你会当相信阿妹？我真正开始要甲佳宏交往啊，若是无代志，我先离开啊。郭武当，听经理讲你伫咧遮，想讲。大概拍着招呼啦，哎，啊，这位是，伊是我的好朋友，叫做赵宇秀，伫咧天成建设上班呐。你好，赵小姐，你生都足水的呢。哎，来个同姓，无条，还阁是同乡哦。我是金花建设赵总。我们公司有欠人的，你有兴趣无？来我们公司上班啦。这个赵董是业界有名的猪哥，等下爱找一个机会赶紧离开，较免让伊低调的。你们讲我家的代志，我伫咧遮无方便啦，我要去一下洗手间，连不转来。拄啊，你先过有当有领会哦。大家拢是朋友啦，你嘛陪我饮一杯。哎，安怎？就一杯尔，我也袂甲你加。赵董，我袂晓饮呢。我等下搁跟人有约，就一杯尔啦，吼，饮啦饮啦。赵董，宇秀，刚才是饮一杯，应该无要紧啦。赵董，你嘛卖过路啊！宇秀饮完就要让人走哦，啊，若无我嘛会生气。当然当然，这个阿贵负担吼，讲话无问题。你就我一个面子，一杯饮完就好啊。我叫你。我这衣袖以后我做准洗的啊，内底就这么久啊，可能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明啊，我敲一下电话给伊，我若无我袂放心。
今仔日的这個正港的极品哦，等你啊，好好的给他按下去。进北吧，这阵拍来要创啊？伊在约会，无时间接电话。电话都卡袂通啊！刚咪有个事，要郭家家的闭关闭关。大家我去等会。郭佳佳，你都卖对医生安怎？安那无我绝对袂帮你煞。女士，明仔日便宜扩建工程开工典礼都无问题哈，应该安排代志，都卖老高去。我拢确定过啊，无问题啦。等下你放心啦。奇怪，佳佳讲要来接我，哪会到？阿伯，等我送你转。好啊，你等下物件收收诶，哈。恁去外口顾诶，唔通放人入来哈。是。好好的形象美女啊，真正是人生上快乐的代志。杜瑞峰，杜瑞峰，李秀兰，你到底对伊安怎？我跟你讲，科长哦，伊秀不是跟你做伙，早就找人啊。你卖个地址啊！伊秀讲佳佳又要讲话，结果伊秀二十分钟就跟我讲。已经讲完了，要来找我，人就无去啊！你赶紧讲，你到底要创个度？你有看到伊秀无？会未啊？当然冇卡，电话卡也未通啊，佳佳电话嘛唔接。科长啊，我看伊就归去哦，归工要找伊秀就好啊，甲人算什么理事长啦？无电话找伊秀是超工，我爱插伊，所以才无爱接你的电话啦。无可能啊！伊秀，甲我原本就约好的。而且伊讲佳佳甲伊约好了后，结果伊秀伊人就失踪去，这一定是哦佳佳在设计伊啊！我看到佳佳。电话无通，佳佳是必死棒。柯振宏动作这么紧，已经找到这来啊！振宏，佳佳。瑞峰，我来接你下班呐。展宏，那嘛在遮。郭佳佳，我警告你，你上好莫伤害伊秀，啊，若无我绝对袂放你煞。你是咧讲啥？我拢听无。佳佳，你敢真正有约伊秀见面？我有约伊秀啊，迄是因为我想要甲伊秀甲误会解开啦。我就约伊伫个饭店拍无见面啊，后来讲煞，我就先走啊。哪里伊秀人呢？我走之前有拄到赵董啦，啊伊秀讲有话要甲伊讲，叫我先走，我赶要来接你，我就走啊。伊应该搁伫个开讲啦。佳佳，你讲赵董，金发建设赵金发，哎呀，伊个掩盖是地够出名的啦。啊，伊两个无熟啊。有啥要话通讲啊？这我哪知？有可能是要替你邮票吧？你应该去问伊啊。那恁即摆来倒一间饭店？好啦好啦，看恁这尔着急，无我带恁去好啊。紧，来。等恁到位，赵医生甲赵董已经陪你煮食饭啊，我着带恁去看好清楚。
我嘛真香呢。赵建发、赵董都在病房里。哎，三星，你们到哪？走，609。你住你！是不是啊？是。救我女儿啊！你们忘了，你们忘了！都放开！别叫，我来救你啊！我被挂外科主任方思雅方主任。亲爱的吧，我随得当快点中会找你太太了。头一句话，我是要跟伊讲啥？今日就要开始啊，到日就要上。我手机也拢搞到要烧去啊，还是无伊的事。真正早就过场啊，安尼就快。等下我一通知，你就随动手，千万唔通有任何事甲查。站住！站！走！你叫人，先搞我。咱就邀请金董事长，啊，搁有杜董事长，为今仔日的开工典礼揭开序幕。慢些。钟山林，你来这创啥？董事长，我有一件最重要的代志，要甲你，还搁社会大众讲。小婷的愚蒙来看我眼睛。伊已经发现我就是为财太太，我是要来听我台中两个人的假面具。一个是阮嫂，一个是阮论及婚嫁的前男友。董事长，我手机啊内底有证据，等一下你听了了，你就知影我要讲的是啥物。情人